小叔叔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别乞丐，不行，有病吧？咱们看一眼滤芯脏成什么样就知道了，直接给你们拆啊，正好我该换滤芯了。一看就没干过活。底下的滤棉我大概是半个月之前换的。我滤棉看着还挺干净的。不是这个，是底下那层，是这层，大哥不要抖了啊。然后重点不是那儿，重点是这儿，最可怕的东西要来了。等会儿啊，我先把它们装起来。我接着点，我接着点，我接着点。啊，看看这个毛，这是都成型了，他们都成型了，他们都成精了。起色，别看了，脏兮兮的，里面大概是这样，还有一些，一会儿拿吸尘器吸一吸吧。下一位选手，哎呀，说真的，算个事儿，给钱，打钱，真的给钱，接住，你为啥不接着了呢？哦，我为啥不接着了呢？啊，都飞出来了，快，进走。看视频的时候是可以呼吸的，不用戴口罩。我待会儿要去给你做饭了，就拿这双手不洗的手去给你做饭。你想象一下，后面围着一群邪恶的小猫咪，他们是这样，嘿，吃我的毛吧，哈哈哈哈，有一群小猫咪，你看可不可怕？大猪在中间，啊，好害怕呀！咱们再来看看这两个难兄难弟，这个就比较明显了。哦，啊，我的天哪！小叔叔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别乞丐，不行，我不跟你玩了，我走了。空气中都是土，你神经病吧？对，我待会儿收拾，为节目效果服务。那灰都落到玩具上，落到沙发上，全都得洗。我待会儿拿那个吹风机吹一下。那不也飞到天上去了？好，我都流鼻涕了。我先把空气净化器打开啊！录着视频呢。你这节目是这？你录着视频呢是吗？啊！我想录一下你，你踹我干嘛？你踹那么使劲干嘛？你这都。你知道你现在什么表情？不是，你们知道他现在什么表情吗？神经病啊！就是我明明想很快就录完视频的，然后非要给我整这么一出。我后面要说什么我都忘了，小天猫，咱们把它扔了吧。神经病，猫都脏了，咱们家为什么要养那么个玩意儿？哎，老婆，我袜子里都是土的。你脑子里都是土，还袜子？这个我换了一个弄法，我把这个两个捆到一起了。这样的话就不用老洗那个网了，那个网不是很好洗。猫毛还是穿到这个网上，还是得洗啊。嗯，然后扔厕所去了。洗去吧，先赶紧把这台机器换上新滤芯，咱们再说别的。我觉得它能除掉一些土。那个滤芯洗了上中下三层，你就按顺序放就可以了。然后底下这个我一般会加一个这个静电过滤棉，这样能节省滤芯，不然我们家这个猫毛太费滤芯了。给你看一眼咱家的空气质量，已经亮黄灯了。它是亮黄灯了？对，它再严重就该亮红灯了。我今天主要就是想说一下我为什么要选这两个型号，这个是飞利浦的4073和4076。你要推哪儿去？跟这儿，我要拍视频，大哥别走了。然后这两个是352的 X80C， 然后包括8386、88都是这个结构。这几个结构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它进猫毛的口会很大，它会从这个侧边和底边都能进毛。然后这两台机器也是底下的进气口很大，那种小孔的它就很难把猫毛吸进去。然后它们都是比较经典的型号，所以在二手市场的量非常大，很容易能买到很便宜的价格。这两台机器我都是100来块钱买的，这两台机器是200来块钱买的，但是这都属于停产的型号了，也比较老，但是我觉得这东西无所谓，因为它几乎很难坏。
找不到他们不给咱们钱的原因了，因为咱们的产品停产了。不，有新型号啊！如果352愿意给我一个什么 X88C， 我也愿意给你们做个推广，是吧？而且这种经典型号，他们很容易就能买到第三方的滤芯，滤芯的价格会很便宜。我刚看也插在这儿啊！开，赶紧过滤上！一直摁，大哥，从来没用过是吗？天哪，他也爆表了！可不嘛，上面应该有数显吧？嗯，以后的这个纸巾盒。多好用了，这个东西用来防猫 的。我说出来了，因为它虽然有铜锁，但是铜锁这种一直长按只能防住猫爸。这个盖子小爱都防不住是吧？对，这个盖子就很好用，可以防住猫。其实这个滤芯也该换了，一会儿也换上吧。这个机器是不带铜锁的。这个机器的好处是它的体积比较小，价格比较便宜，它的最大风量是可以一直开的，这个机器是不可以的。这个机器如果开最大风量，它半个小时就会切到自动模式，不会像这个人一样一直这么疯。然后352比较新的型号主要是多了智能功能，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，因为它这个带红外的遥控器，所以像我们家的智能音箱是可以设置好程序，我一般让它晚上会开的风量比较大。然后最近我又看了一个新的型号，我是打算看一下松下的空气净化器，带加湿的，然后还带他们家专利的那个纳诺仪。你是准备一个视频接三个空气净化器？你们谁愿意找我都可以啊。就是你还记得我们吹风机吗？它带负离子的，所以它能有一定的除静电的功效。那会儿我说我要买戴森，你们让我买。对对对，我的吹风机很好用，北京实在是太干了。然后猫毛说实话它如果粘在这种地方你再怎么吸也没有用，所以如果家里静电很少的话猫毛会更容易吸进去。那个结构跟飞利浦这个类似，然后二手的也很便宜，100来块钱。你们如果家里有在用的可以跟我反映一下效果好不好。反正大概就这样吧，我也忘了我还要说什么了。好吧，我觉得这种东西我实在不太在行，我还是去厨房。你们不是说好久没看肉铲，看肉铲它还活着，他还活着。肉铲只是在我们的卧室养膘。海爷，海爷走了，去厨房了。海爷给我做饭去吧。海爷这玩意儿是不是在这儿呢？柴柴不要把你的小脚脚踩黑啊，那上有碳。有柴爷有肉铲不亏，一个一键三连，你们说可不可以啊？亏的只有我是吧？你待会儿有好吃的。